老板，你在做什么？为什么在尖叫？我帮你盖起来。为什么在尖叫？我帮你盖起来。这是你的信。哦，这是你的信耶。那我。那我可以放一只蟑螂进去吗？不行。老板，这是一只蟑螂。不是啊，这个不是学题。老板，这是你的考试卷。哪一个？老师说考零分。咚。哇，你在里面看书哦？哇，这样子做刚刚好。老板，你生了一颗蛋呢？哪一个？对呀，在那里，这是你的蛋呢。你怎么生了一颗蛋？它会变成小鸡吗？哇，怎么蛋长在这里呀？我要生小 baby 啦。小 baby 它要盖起来吗？要吗？你走开！